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白啊。待会又来做这钓鱼的科学实验了、啊。这一次呢，用这个乌鱼的内脏，乌鱼我们都知道它是非常新的一个鱼。那我们用它的内脏来做，当然它的肠子，它的肠子呢可以直接勾，因为比较软。但是它的这个鳃啊，拿来打碎，添加到饵料，看看呢到底会有什么效果。那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收集鱼的内脏。OK。哇，要吃还能跑、啊？你看，喂、哎，sorry。这个是鱼鳃的一个肠子洞，这一包是肠子，这一包是鱼鳃，哦，够新的啦，超级新的，那个掉，这可能是，好，没事。面包粉，蟹，冷冻的时候就会有水分在里面，还结成冰晶。搓，这个到时候再调整，如果说入水的话化太快的话，再调整一下。好啦，待会去测试咯。阿伯的菜园又种起来。今天往这边啊，也不太想过去。我在这里钓钓看。好，钓这里。这里。
要不要？垃圾少好多，不知道是被风吹走的还是怎样，反正应该有可能有人捡走，有可能烧掉，试试看吧。